太漂亮了，芙蓉。啊，这谁烧的呀？你先别问这个，你说这个跟苏家的釉下五彩比，哪个好？看起来比釉下五彩有了很大的提高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工艺能烧出来的。嘿，没看出来，你懂得还挺多的嘛。你可别忘了，咱们是校友，我那四年大学又不是白上的。再说了，我对釉下五彩是有一定研究的。 那你想知道苏家的釉下五彩来自何处吗？听起来好像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吧？你想知道吗？想。爷爷，您回来了。你好。爷爷，一大清早去哪儿了？我给您带来了一位朋友。老先生，我……谁让你把陌生人？ 带到家里来了，爷爷，您别发火嘛，他不是陌生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老先生，我叫许强生，我是芙蓉的校友，我们也是好朋友。我不管你是谁，谁也不能到我家里来。爷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除了你周伯伯，这几十年了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到我家里来。老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打搅您了，芙蓉。 我先出去了，强生啊，哎，强生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，没关系，我在这儿等你。爷爷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？强生他是一个外地的，他以为苏家是釉下五彩的创始人呢。我只是想告诉他真相。我不需要有人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，到时候。 我会用我的东西说话，谁才是至死也得第一人？到时候，到时候，到什么时候啊？爷爷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爷爷，我受不了苏家人，他们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我也受不了许强生管苏家的人叫师傅。爷爷，我不愿像您这样，把一辈子都耗在山里面。混蛋！你，你要是熬不住了，现在你就给我滚！ 滚出去！哎，芙蓉，怎么了？芙蓉，芙蓉，哎，芙蓉，芙蓉，芙蓉。 芙蓉，芙蓉，芙蓉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害得你挨爷爷骂。我长这么大，我爷爷从来都没有对我吼过，可他今天居然打我。你爷爷他见别人也是这样的吗？他就没见过别人。 他没见过别人，芙蓉，你爷爷是不是在隐居啊？就算是吧。芙蓉，蓉蓉，蓉蓉，芙蓉，是什么原因会让他这样？仇恨，我爷爷心里有太多的仇恨和委屈。 蓉蓉，芙蓉，哎，你爷爷找你来了，回去吧。不去，谁让他打我了？嗨，他是打你了，可他毕竟是你爷爷呀。哎，回去吧。你少管，要不然你也滚开。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别让老人家为了你在山上乱跑。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不许耍小孩脾气啊！走。哎，干嘛？走。不走啊！听话。 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蓉蓉，芙蓉，你放开我，我不下去！不许任性！蓉蓉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怎么样？老先生，爷爷，爷爷。
老先生，爷爷，柔柔，你怎么样？老先生，爷爷，不要紧吗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怎么样啊？爷爷，我在这儿呢，爷爷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强生怎么办呢？你背着我的包，我背他下山。哦，给，快，来，爷爷。慢点，慢点啊！芙蓉，快！来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小心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爷爷，芙蓉，你来照顾爷爷，哎，我来开车。啊，爷爷，不要紧啊，坚持一会儿啊。怎么样？体温正常。啊，注意观察。目前病人还需要在医院观察几天。谢谢您啊。病人的年龄大了，输液的时候要慢一点。真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别说傻话了，这事儿谁见了谁都得管。你有事就先走吧。啊，请问谁是伤者的家属啊？啊，我是。哦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老人家多处软组织挫伤，好在没有伤及到骨头，最近几天走路恐怕会有些问题，最好能有家属来陪床。没问题，我会守着的。我是说，病人可能上厕所不太方便，最好是啊，这个没问题，就由我来照顾吧。好的。